欢迎收看我们的攻略集。今天暴走终于把众人期盼的队列突破给做出来了，我们事不宜迟，领先将这就给大家分享下如何使用新双生系统吧。首先点击技能界面，之后选择闭关按钮，然后点选你想突破的武学名称即可，点赞名称以外的部分则被视为无效点击。如果要一键精图，则需点选相应武学的框框，如果只是进行单项武学突破，则点击其名称即可进入双生界面，此时便可以邀请好友一起双修了。现在我们来说下队列突破功能。点选闭关按钮后，点击队列按键，选择达到100%突破成功率的武学，即可置入突破队列。目前在队列突破中，并不能够靠与好友或者伴侣双修来提升突破率，只能通过使用水晶御灵丹方可提升。这是用水晶蓝所炼制而成的丹药，此植物的种子在经营以及地狱副本概率产出，所以大家要积极挑战这些副本才行啊。那这集就到这里结束喽，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点赞、收藏、分享哦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